弄上一点，你看，比如说，啊，这个人字写小一点，小人啊，然后呢，这个空间就比较大，看起来比较舒服，好，而且比较均匀一点，分的，懂吗？懂，我听得懂。然后这个，你把它当成一个人，脊梁骨就这个位置，哈，不够平均，就一定要把这个土字这一竖放中间，然后那个口呢，你看这竖下来，刚刚是把那个口的这整个字平分了，你这就摆歪了，好，这里空间不够，还好吧，就稍微要那个细心一点，写的时候慢一点，把那个稿看清楚了再写，不然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字，楷书最麻烦就是你知道这个字你会写，所以有时候会忽略了，就稿不看，来我会写这个字，那错了，现在不是说你会不会写的问题，是你那个字结构摆布的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就人都知道有眼耳口鼻，但是化妆的时候你要先看一看，哎，我要化什么妆什么场合，对不对，这个才最重要的。好，下一个，你看这比例就不舒服了，对不对，这个一定要横出来，这个比较长，为什么呢，整个空间那个感觉你是要看起来四平八稳，如果这个样子呢，就这里太短了一些，这里凸出来，这里凹进去，整个字就看起来不协调，还有一点我说过，点这个是垂直下来，不在这边，垂直的，太大了，空间感不够，来，这个比例上来说，这个特别重，轻一点，太宽了，这个字窄一点，你看，高，谢，谢谢各位来宾，谢谢。太挤了，这个提手被拿过一点，整个空间感就舒服了，楷书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和谐，所谓的和谐什么意思呢，看起来舒服，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当然那个风格本身比如太硬朗啊太软了，是这是个人的问题，但是起码看起来所谓的和谐，如果这是你的邻居的话，你朋友互相之间不要太挤，不要太疏远，分得太开，这就是和谐，一个和谐的社会大家不会吵架，对不对，一个和谐的社会大家不会就是争先恐后的去抢东西，所谓的和谐就是不要挤在一起，也不要太分得开，分开了太疏远，挤在一起容易有摩擦，听得懂吗，听得懂，说一来说一次，来，说的不容易。
换咗个老师啊！你真今日古老师咗边？我就系古老师。系咪好核突啊？点？唔系好核突啦，系太核突，好靓啊！呢个咩字嚟噶？混字用简体字啊？系啊。嗯，用翻个好字，太疏呢个位。太疏。系啊，汉字都睇到，个混字真系睇唔到。你字字都系咁写噶嘛？你都知道。系啊系。字符写。谂住写轻啲噶嘛？同埋通常啊。如果已經寫到這樣的狀態，突然之間有個處字用行書是比較怪一點、啊、就可以稍微再納刀沒那麼重，不要用納刀，直接翻到你的書。都可以再長一點，太逼了，長一點，行字那一下太重，這個擺筆很重要。作為草書嚟講，呢下嘢點都應該係收尖噶，係嘛？你呢個唔同啦，你呢個係兜上去係雞腩，佢、下邊唔會有骨位嘅，骨嚟冇意義啊嘛。佢連住下低。一係就連住下邊咯，一係就撇出嚟，唔會骨。呢個位骨係冇意義嘅。嗯。同埋冇有呢嚿嘢啊。呢個好難寫啊！草書嘅粒蓋頭係唔會有呢嚿嘢，就咁過一定係。呢個係清心直樹添，樹清心。嗱，呢個又好難寫。有個心字嘅特別注意，以前幫人哋啲醫生寫，幫啲下寫俾醫生。人生人。你杏林嗰啲就算啦，你杏林同埋杏潭唔係好難寫。人字同埋心字都好啲，個術字好難擺。所以寫杏潭，你翹楚就好啲。杏林翹楚啊，唔可以寫杏潭，杏潭係教師嚟，杏林就係醫生。有分別嘅，有陣時唔收錢啊，攞啲杏嘅即係植落去個醫生，跟住就種啲樹出嚟，所以叫杏林橋楚啊，杏林之光啊，杏壇就唔係啦，杏壇個地方當時唔知孔子啊嗰啲啊喺度上堂講書，所以杏壇同埋杏林冇搞錯。但係呢個寫得靚，寫得好好，咁文字可以再扁少少，擘開啲。嗯，頭大一點。嗯。再分散咗啲啊，張生。小司兵都比較就住阿六，就住少少啊。嗯，開一少少。放啲係啊，中間做湯房間俾人。個頭殼殼聲，我頭殼殼同一洗碗嘅時候，扭親啊扭盤扭木，係啊。誒，即係好似老師話要做翻嗰個運動。冇做冇，唔係呢個唔係運動嚟，係俾你 check 嘅 ，check 自己有冇問題。係咩？唔係喎，佢叫我誒，依個都係拉筋嚟，拉筋嚟嘅喎。都係拉筋。我好大力啦，謝謝你好啦嚇，謝謝你好啦，謝謝你好啲。乜嘢意思？可以嘅，係做耐不耐做下，但係唔好成日太大力。但係去到痛咧，你就要收手。嗯，係啦。咁樣 OK。嗯，知道。嗰邊太逼，知道。點解多撇嘅？同我話落去，發雞毛動多下，畫多咗，少錯咗啊！唔係啊，梗係啊，回筆啦，條友，你掛住嗰啲寶寶啊！無線節目啊，呢個唔係個寶寶，無線係噔開始嘅時候就係呢個啦。姚中義嘅字嚟嘅應該係，姚中義係。我係試下報道之前七點半國歌唱嘅時候就係呢個啦。唔該，唔熟啦。哦，嗰個係姚中儀寫噶。嗯。哦。呢啲咁嘅節目，呢啲咁樣嘅片頭，除咗佢，仲有邊個夠膽寫？係嘛？我夠膽寫啊！而家。你睇下啦，師兄。我見佢幾得意啊！又試下佢仲啲字體啊。佢都已經自成一格㗎啦。係啊。
但係都係算書嚟噶嘛，個書味好重嘅啫呢啲咧。依只都係算書嚟㗎。最容易睇咪個家字咯。火字。冧住。好分太開，散咗呢個分太開都係，不過就寫得幼細咗啲字。OK， 唔該，嗱好重啦。不過咧，重得嚟咧，嗰啲字本身比較歪斜啦，呢、這個位斜咗，呢、這個又係。寫嘅時候盡量嗱放大佢啊，你稍微揾啲咁樣嘅嘢做耳傍，垂直落，係咪？垂直落好啲。太低了这个平了不好看露少少露少少少不够力不知道在这里写得好一点堂上面这个在家写的时候犹豫得滞即是手势要手势要快手势要快你慢越是慢越是没什么精神精神要咁样嘅，系、全部都系唔够力啊，唔够硬正。眼瞓啊，系啦。我出快啊，真系出运就可以喺网上眼瞓嚟讲唔算死。哦，唔系，见到我都见到偏有啲睡意啊都。系啊。呢个唔好咁样样，唔好睇。重幾多次？重一定要重啊！不輕輕，口字邊千祈唔好咁大。OK， 坐低咗，高少少，足足坐低咗成格。應該到呢度為止。啊，呢只字有啦，長嘅，四尺 ，OK， 40蚊廿張，呢度有三分，我仲有啊，我下次再攞啲翻嚟，賣曬啦，因為一樣。另外嗰只白底金色嘅，深色好睇，白底比較容易版。老師叫咩字啊？呢只都唔知叫咩字。你話寫小楷喎，格仔字，寫小楷格仔字都係呢只咯，3cm，同埋即係呢個應該一張係400個字嘅，你要寫張半度，但係好寫呢只 OK 嘅，張字唔清晰啊，咁樣 OK， 咁。嗱、啊，好靚喎，寫得。你唔需要每個人買，你去買包翻去 share 都得噶，十張都夠啦，係嘛？廿張入邊有，即係20蚊張。好睇得好，非常好啊。寫得好啦，啊，寫得唔錯。呢筆嘅文，肥咗啲呢個。冇分咁開，睇住眼，我淨係寫呢嚿嘢啊，等住望住啦。窄嘅係咪？再嚟，窄嘅係咪？咁啊，好，長身啊，貼得好緊要啦，好睇。呢個又係啦，工字太橫啦，窄嘅。
太唔清晰，寫慢啲又似話乾淨利落。OK。留意一些細節位，為什麼呢？你放大它的話，這個是這樣的，應該在這些位置試一下，停頓收尾收得漂亮一點的，來多一次，就係啦，呢啲地方太過頭重尾輕啦。你好似呢個翹絲辮，你係咁樣樣噶嘛？唔係，重係一橫嚟嘅。再嚟，重一橫扁就滯啦，抹得太開，千祈唔好抹得咁開，稍微向下少少。先搞呢啲，先搞。誒，六房先好啲啊！你咁樣，而家擺啲錢喺度，我都唔知攞個骰盅出嚟啊，定唔攞骰盅出嚟係咪？聚賭咁樣，一陣先俾我。有遲啲會有嘅啲字唔使驚。你要寫多啲，我最多真係寫得少。我唔知我成日認住呢啲字咧，係寫得少先。你寫得多啲一定會得。再多啲，係啊，寫得多啲。你有啲地方咧係唔係好慣我見得到係啊，即係其實寫多少。一成打洞嗰啲我寫。係啦，好似個手勢唔係好聽你話啊咁樣係啊。我覺得收尾嗰度咧。係啊，寫多少少得㗎啦。我寫多，我諗寫多廿零張呢啲 OK 㗎。卅張都寫。卅張都寫到。遮眼花，清楚啲啊，唔夠清楚。啲辣椒打得好。誒，呢啲地方其實根本你做多啲就一定係直落噶啦嘛，一手起刀落噶啦嘛，唔好咁猶豫啦。呢邊眼花花啲眼嘢咁，嗯，唔夠乾淨利落啊！柱子你寫得唔好就寫多啲，寫多啊，寫多啲。呢個唔得，亂咗。呢啲啊，呢個個稿唔係咁嘅，長啲噶嘛，寫翻長啲啊。呢個長得滯啦，稿入邊係短啲嘅應該。到呢度。啊，好靚，我寫得，唔該。叫C B未得，太長啊呢嚿，睇住啊，咁快已經開嚟分裝啊！一過嚟睇住改功課先啦。呢個唔好向上翹啊，嚇咁樣樣聽，再落啲，再落。你見到嗎？有分別的高斜一點再平一點平這兩個 OK OK 明白
分拆開都係隨呢啲啊。嗱，呢個食字長啲。太方了，這塊東西看得出很有動機，很認真，看得字就很認真了。哇，不要說住，不要說就下一堂，大家留住下一堂，OK？ 人事那些，人事那些不是，他們會在那裡寫的，你要是這樣，大家要上樓看，人是有好奇心的，是吧？嗯，寫得好好啊，頭太重，蘇玲，輕少少，嚇，呢下唔使太重嘅 ，OK OK OK， 你咁樣落咧就重咗少少，輕輕地就 OK。嗯，寫得好好，啊，非常之好。分派咯，重少少。輕啲啊！呢個驚撞嘅話，呢個可以有啲剔上去。咁樣 ，OK。冇側風，側風嘅話咁樣樣，有呢啲嘢。正風啊，直嘅，冇斜嘅。有呢啲冇嘅。係。自己唔係好覺㗎，講咗就可能會明啲。中間深唔夠，唔夠直歪咗，有誇張啲啊，成個字長嘅，你見到都係咁樣。見到我勾喺呢度，你而家更勾喺隔離啊，實際個字歪咗。分派開，黐埋先。整字寫壞咗，呢兩個距離應該係咁嘅，分太開，太大，斜少少，呢個位太闊，咁樣得㗎啦。咁你話咁啊好窄咯，冇錯，個字要窄，佢靠嘅係咩闊啊？呢嚿嘢啊，留意啲嘢。冇咩，香蓮，呢一棟嘢應該係中間。因為個獅字本身係個心字加個田字，理論上個田字應該係呢個做中間嘅。如果唔係個口咪歪咯，就唔好睇。得滯啊！短嘅，窄嘅。啊！你而家全部呢個又係畫，呢個又係畫。我而家呢個寫嚟寫，係我哋留底字。改多次我真係話，改完再改啊！和諧我寫的嘛。
得啦，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唔緊要，隨緣啦呢啲嘢。交錯咗係咪？呢啲老婆餅有毒啊！唔好入啦，毒色啊就係。唔使就得啦，唔緊要。唔緊要啦，得啦，唔緊要啦。好啦，好啦，非常之輕盈，啲鉛字名嗰度，唔好咁樣凹落去啊！哦，呢個好好，呢個字好麻煩嘅，呢一凹去咧，成個字就變咗咁樣歪嘅啦嘛，係咪？你點做咧？OK， 知道知道。你打哪個啫？但個之字咁樣寫好靚，之字係好容易寫壞。之字有啲人飛上邊呢個位置、哦，我第一次見到。你呢個字本身個春字係真係睇到人哋咁寫先。係啊係啊係。對嗰啲字學學嗰啲字。竹花頭咁樣寫，草花頭向上。OK， 都差唔多啦。